项链不粘吗？不粘，这是我妈送给我的，我一直都戴着。那要戴一辈子吗？不会啊，我会把它送给最重要的人。那她一定很幸福。进来吧。你没事吧？放心吧，我没有那么脆弱。不好意思，是我让你难堪了。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，不应该在那么多人面前让你为难。没事，反正我都要走了。啊，你要去哪里？我刚递交了辞职申请，准备出国留学。是因为我的原因吗？不是，是早就做好了计划，只不过最近才确定而已。那好吧，那只能祝福你了。谢谢。思雅，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嗯。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只是有个人对我来说很重要。那我明白了，思雅，谢谢你。Thank you.
正好。张思雅，生日快乐！你以后有我，我陪你。思雅，我喜欢你。我也喜欢你啊。